对，我还是觉得
像昨天冠手，冠手就第二盘输掉的时候，第三盘把对拿了白人打6-0，那白人不给他合照，他把对手打6-0啊，他胯下击球嘛，他把冠手掉后仰，冠手后面胯下击球，两颗穿越啊，那个白人把牌砸烂掉啊，超生气的，啊，因为我杨教练没电啊，第三盘手机没电啊，超屌的呢。 反正是对手被罚，又不是他。对啊，但冠手进八强还是6强？
下一个，阿丽在坐公交车无？
没走。我们要吃点东西再回去，要不要？好，那你坐我们这啊。好，那好，那个还有那个。